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的道教。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佛道三教组成，道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与佛教不一样，它是中国土地上自身的宗教，因此它在中国大地上具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今天我想几个问题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道教情况。第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的概化。道教大约产生于东汉末年，也就是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但是道教的思想的渊源是十分久远的，它有三个方面的来源。第一，它是由上古时代传下来的相信鬼神的巫术文化。第二，它是由战国中期产生的神仙方术思想。据史记记载，当时齐国的齐威王、齐襄王和燕国的燕赵王以及后来的秦始皇都曾经派人罗海求仙人仙药，希望能够吃了仙药之后能够长生不死。第三个思想来源呢，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思想。神仙思想与老子的道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并神化老子，尊老子为教主，也就形成了中国的道教。道教的最早创始人应当首先推东汉末年的张陵，也称为张道陵。他曾经单身狗八秦江州县陵，也就是现在的四川重庆市。后来他弃官到了合明山修道创业。这个合明山呢，就是现在的四川大邑县，成都附近的大邑县附近。他所创建的道教，他的参加者必须要缴纳五斗米，所以称之为五斗米道。张陵死了之后，由他的儿子张衡、孙子张鲁继承他的事业。尤其是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并且在大陆上面建立什么义社，在义社里面放有薏米和薏肉供行人啊吃用，所以深得汉中人民的拥护。后来呢，这个张鲁嘛就归附了曹操。张鲁的儿子叫张胜，应当说他是在张陵的第四代孙。他从四川来到了江西的龙虎山，建立了道场，因此龙虎山呢就成为道教的一个名山。张陵被后来道教徒们称之为天使，叫张天使，因此他所建立的道也叫做天使道。除了张陵建立的五斗米道也称天使道之外，在东汉末年稍晚于张陵的还有张角，他创立了太平道。他用巫筛咒语来帮助穷人治病，
因此深得群众的拥护，他组织了农民进行了王经大起义。所谓王经起义呢，就是当时和起义军的头上面都裹上了黄色的头巾。可见倒角首先是在民间中组织起来的，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倒角也得到新的发展，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和提倡。到了唐、隋唐、两宋时期，倒角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因为李唐争强兴李，老子也兴李，因此呢，李唐争强就争锋倒角。他们争锋老子为太上咸阳皇帝，到了宋朝也是争锋倒角，朝廷呢争锋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尚德皇帝，把老子的地位提得非常高了。在这个时期里面，倒角形成了多种宗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全真道和真一道两派。全真道的创始人是金代的道士王重阳。王重阳在现在的山东宁海的全真庵，宁海也是现在的山东的，建立了全真道。他提倡呢三教合一，所谓三教就是儒佛道三教。他劝人们啊读诵道德经，道德经呢是道教的经典，般若心经则是佛教的经典，和孝经儒家的经典。他有七位著名弟子，其中有一丘处机为最重要。丘处机呢是号长生子，因此也人们也称他叫丘长生。他18岁就出家拜王重阳为师，后来他到了龙门山修道，很有名望。元太祖曾经派个使臣来亲他召见他，以此呢丘处机率领其弟子18人到了西岳雪山，见到了元太祖。太祖问他怎样治国，他回答说应当是今天保民为本。问他怎样长生之道，怎样得到长生之道，回答是清心寡欲为要，以此深得到了元太祖的器重，并且是他让他这个通下整个全国的道教。真一道呢，他最初也就是无德密道发展下来的。无德密道呢也叫天师道，天师道到了隋唐时期呢和其他一些派别啊合在一起。到了元代的朝廷封张陵的第38代孙张宇才为真一教主，因为他们崇奉真一经，这样呢他的道就成为真一道。真一道与全真道不一样，真一道可以结婚有家室，这是已经到了元代了。以后到明清时期呢道教逐步的衰落下来，这是整个的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的概况。第二个问题，谈谈道教的基本
信仰和基本的修炼方法。道教的基本信仰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修炼得道而成神仙，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他们信仰道，尊奉道外万化之本，万物皆有道生，因此认为得到道就能成仙。由此可见，道教的思想很重要，是从老子的关于道的思想那个发展来的。道教不仅相信神仙，还信仰鬼神。因此呢，由于这种不同的信仰出发吧，就造成了两种派别，一个叫做丹顶派，一个叫做伏罗派。丹顶派呢，就是通过炼丹，吞噬金丹而成成仙，这叫丹顶派。丹顶派又分两派，一个是内丹，一个是外丹。外丹就是用炉火、用炉鼎所来的，它的原料呢，主要是一些矿物，炉、铅、汞就是水银，还有硫磺等等矿物，经过冶炼而制成什么金丹，吃了之后能够长生不死。内丹派，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炉鼎，把身体里面所谓精气神三种东西当作原料。这个气就是身体里面的物质成分吧，这个神就是精神方面的，这个精呢像是一种生命的物质，这样三种东西作为原料，用意念进行导引，进行修炼，使三者结合起来，结成所谓圣胎，也就是丹。达到这样的地步呢，就能长生不死，成神仙。由于外丹的原料用了汞，也是水银，它有很多很毒性很多，因此吃了容易死。比如李唐王朝有一些皇帝就吃了就死了。这样呢，到了两宋时期呢，就不再提倡外丹了，就内丹就兴起来了。所以我们讲到的全真派主要就是讲内丹。内丹呢实际上是一种气功修养方法，在正确的方法指引下，通过修炼确实能够使身体健康、长寿、治病，起到这个作用。这是内丹。至于伏罗派，伏罗派就是通过画符、诅咒等方式来驱使鬼神、治病、消灾这样一些方法用的。那么伏罗派很明显是从古代的巫术那样发展过来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谈谈道教的神仙。道教的所谓神是指的自然形成的，本来就是的天神。而仙呢，是指人通过修炼得到成仙的，所以神与仙是一定有差别的。所谓仙，按照古人的说法叫做老而不死之为仙，仙者迁也，就是搬迁，搬迁到哪呢？迁入山也，搬到山里面去修行，这就是仙那么中上的尊奉的神仙主要有以下这样一些神仙。第一是太
养老金呢，也就是春秋时期老子给道教尊崇为太上老君，是道教里面的很重要的尊神啊，很重要的尊神，这个一个尊神。第二叫做三清尊神。所谓三清尊神，是道教所信奉的三位最高尊神，即于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道德天尊也就是太上老君。三清尊之间呢，有着师徒的关系。三清尊人的说法大约出于南北朝，之后经过隋唐之两宋成为定制。第三是禹王大帝。道教所信奉的统学天神人鬼的真神，就如人间的皇帝一样，故称禹王大帝，合称为禹帝。第四位呢叫西王母，也称金母和王母娘娘。在这相传她并不是女仙，而是一位具有高的牙齿、人的形体、豹的尾巴、披着头发的部落神的形象，后来才把她说成是女仙中的最高神仙。相传她姓侯，名为，是晚金，修得大道而成不死的神仙。相传周穆王，也是西周的一个天子，周穆王西征，至昆仑山，至昆仑山回见西王母，与瑶池之上。另一种说法呢，这个瑶池啊，就在现在新疆的天山上的天池。又说西王母曾经掌管过不死之药，嫦娥偷吃了，登月而成仙。关于西王母有许多美妙动听的故事。下面一个还要叫八仙的。八仙是道教里面所形容的八位神仙，始建于唐代，盛行于宋元明时代。他们是张勾老，也就是唐代道士张勾，韩相之，相传是韩愈的侄子，吕洞宾，在民间当中有这样的传说，说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这样的说法。钟礼权，一名汉钟礼，踢怪礼，也叫离踢怪，曹国舅，据说宋仁宗曹王后的弟弟，这称国舅。蓝钗侯，相传是行窃的道士。侯仙姑是为女仙。八仙呢各有神通，在民间有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龙王、四海龙王这样的传说。这是道教里面主要的神和仙。第四个问题，我们讲讲道教的名山与宫观。我们先讲道教的名山，一龙虎山，位于江西，位于七县西南。由于它的地势属龙岗虎踞，所以叫龙虎山，是张天师的后裔们居住的地方。山上建有天师府、真一观等，为真一道的重要宫观。第二是青城山，在四川观县西南，因青山四围，四周是青山，好像城国一样，故名叫青城山。何明山呢，属于青城山的后山，现在张天师、张岛林才是修道，建立五斗米道。
公馆领列县城的呢，有天师洞、祖师殿、上清宫等等。第三呢，华山，在陕西华蔺县西。由于山的形状如花掌，花也就是华。佛家说山顶上面有个池，池里面有生着千叶莲花，吃了这个莲花就能成仙，所以叫华山。北宋著名的道士叫陈抟的曾经隐居此山修炼，相传他练水功长睡100多天不起来。现在在这个华山上面还留有陈抟的睡洞、睡像，还有无忧亭等等遗迹。四，茅山在江苏西南部，相传汉代的茅英及其弟弟茅谷、茅宗三个人在这修道成仙，古称茅山。之后的葛洪、导洪敬都在这次山上面修道。第五，武当山，湖北的西北部。现在相传道教尊奉的真武大帝，也称为玄武，在此山修道成仙，修了42年，功成成仙，于是后世人们就称他非真武不足以当山，于是称为武当。相传著名的吕洞宾、陈抟、明代的张三丰都在此山上修行。山中公馆很多，著名的有紫霄宫、金顶、真武大帝像等等。下面我们介绍一下道教的公馆。一，楼馆。楼馆在山西周至县南，相传老子弟子尹熙在此即抄为楼，经四道，为道教最早的公馆，并相传老子在这讲读道德经，现在还有所谓说经台这个遗迹。另外还有老子的炼丹炉、老井殿等等遗迹。第二，太清宫。这太清宫主要指的是河南鲁邑县的太清宫，相传是老子的故里，就是老子的家乡诞生地。东汉桓帝就开始在这建了老子庙，到了唐代就改成为太清宫。在这个地方呢，有老子升仙台、太清宫这样一些遗迹。第四，八仙宫。八仙宫是西安的，陕西西安的，是尊崇八仙，因此呢，就有八仙殿。但是近代史上那个八国联军侵犯中国，当时和慈禧太后这个西逃，曾经逃到了这个西安，就住在八仙宫里面。第四是玄妙观。玄妙观是苏州市内的一个有名的公馆，早建于近代，元代的时候称为玄妙观。主要建筑有三门和三清殿，观当中藏有唐武道子画的老子像。五，永乐宫，位于山西芮城，相传吕洞宾的诞生地。
这个地方啊是吕洞宾的诞生地。在宫殿里面有元代的道教壁画，这是非常有名的。第六，老金岩造像。老金岩造像呢是福建泉州的，已经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是我国最大的老井石雕像。再后介绍一下白云观。白云观位于北京城里面，是全真道的祖庭之一，号称为全真道天下第一丛林。所谓丛林呢，就是指道教徒啊集中的地方，集中修行的地方。全真道著名的道士丘处机去世之后，就葬于这个观里面。现在还有啊，这个墓还在这个观里面。白云观现在已经成为了全国的道教中心。中国的道教协会和中国的学院都是在这个观里面。道教学院已经招收了几批学生啊，他们一面学习一面修炼，同时呢也在现代的一些生活啊，构筑现代的一些生活。以上呢我所介绍的是中国道教的简单的一些情况，就到这个地方。